旧历春节将要来到，台南市政府卫生局举办开瘟义诊甲心理健康宣导活动。市长吴怡蒂甲议员沈振东、李启威也到场参与，并以到各摊贩选买商品，和民众提早感受到年节热闹的气氛。农历春节将要来到，台南市政府卫生局为了关怀台南市的民众，六号上午伫台南市政府卫生局的广场举办新希望。秀出爱开运义诊暨心理健康宣导的活动，在市长黄伟哲的率领之下，由朝兴基金会元气太鼓队以着鼓声拄起了照水，为活动热烈来开场。现场大约有500多人热烈掌声，让民众提前感受到年节热闹的气氛，期盼传递正面的精神。这回温暖寒冬，许多好朋友啊，头发整理一下，让他们漂漂亮亮、帅帅气气的好过年。那谢谢我们今天有很多局处来，警察局、消防局做宣导，哦，还有很多我们社福团体他们所做的，还有庇护工厂所做的一些啊优质的一些年货，这个小型的年货大街，还有老师啊，哦，来写春联，谢谢老师哈，哦，我们。其实啊，让写个春联哈，快快乐乐的好过年，所以非常感谢啊卫生局，我们连续已经十年了，米兰十年了，十年有成来照顾我们弱势的朋友，在这边要代表市民朋友们，谢谢米兰。这次活动要邀请到时尚发型公司，由许汉忠董事长带领到28位专业的设计师，亲自为弱势个案以及市民朋友来交头问。希望会当予每一位市民朋友对头开始焕然一新，由外而内散发着自信，以全新的头毛型迎接新的一冬。在我们市长的这样子的一个用心的对于我们民众的这样的爱护所举办的这样的活动，那也感谢我们卫生局的所有的同仁们这么辛苦的来办理这样子的活动，让这个活动可以圆满顺利。那也很感谢我们各局处的市政府的各局处，还有包含我们的公益团体的单位，一起共襄盛举来办理这样的活动，让这样的活动也能够圆满跟顺利。另外，由警察局甲消防局传递反毒、反诈骗以及灾害预防等资讯，共同提倡正确的健康促进观念，以轻松方式。强化着大众健康的智能。记者陈国新，东区采访报道。